二日，由台湾导演王朝亮执导，林心如、李东学、诸葛亮主演的合家欢贺岁影片《大戏临门》举行首映礼。首映礼现场，林心如一身红花裙示人，性感之余不缺柔情。紫薇哥哥林心如和果郡王李东学还现场拜堂，迎来媒体粉丝争相狂拍。近日，由赵薇投资的影业公司买下电影版《还珠格格》的版权，不少网友都希望赵薇和林心如能在片中重聚，但林心如表示自己并不知情，没有听说过这回事，所以可能要等到有确定的时候，我才能回答你这件事情。如果有合适的剧本，然后什么各方面的时机都成熟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合作机会。当天，昔日还珠帮的范冰冰也在北京为新剧《武媚娘传奇》庆功。林心如坦言看过该剧，笑说：“看过啊，看过啊，嗯，但我看的是剪掉那个。什么样的感觉？什么样的？很好，很好，很美。”由于林心如也曾饰演过武则天，谈及两人的差别，她忙回避称：“我那个只能算客串。” Yes， 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